最近更新了三颗新竹，我们简单了解一下。双生卯兔迎接新春，蒲公能顶飞僵尸和拉僵尸见阎王，大招能同时击飞五个僵尸。回首他，属性并不强，虽然类似于食人花豌豆，但又没食人花强。豌豆要忌身，蒲公能把僵尸变成豌豆，会扔出三种颜色的药剂，不同的颜色药剂对应不同的豌豆。绿，豌豆射手；紫，暗影豌豆；蓝，寒冰豌豆。大招效果能把场上的僵尸变成豌豆，限定三个。其实会变出三节豌豆，以此类推。真是高手。但僵尸阶级高于豌豆药剂时的话，只能对它产生伤害，休息时间长达18秒。Oh, no. 不过五节药剂时还会产生毒物，毒物也能把僵尸变形，金缕梅变菌类植物。它变豌豆植物，真是一对好姐妹。长枪球。